你若做甲遮大个动作，就变成表演，会喧宾夺主。所以你个动作大概是伫身躯这个范围内，一个规个手势，甲面部个表情。所以渐渐，阮会注重这个面部个表情，由这内面发觉讲，啊，你是毋是正经你大部分是想要使用，有要讲。我讲到这啦，啊，希望老师甲打定，因为后下爱过来比赛。啊，注重一点，后界阮原来注重这方面爱加强，多谢各位。